只用十秒过关，你敢信？躲锤子抢机密关卡，很多人都已经体验过了，看有不少人发过自己的最快记录。小子前几天挑战的记录也才用了30多秒，不过这期对手的通关记录前后仅用了10秒时间，你们敢信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是科技还是运气？我们先看看当时的画面。我去，真就10秒过关！哎呦我去！给你们看看这个人的慢动作回放，看他10秒是怎么做到的。前面在我旁边吃到一个，不过在他第二次吃鸡病后就直接提示过关了。这年轻人，我什么情况？然后有粉丝给我发来了这个私信。这样看来，应该是已经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了。所以目前来看应该是设定问题，你们觉得呢？好，南北桥是牛逼，桥子牛逼。